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说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是谁？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哈哈，去旁边，哈哈哈，我坚持三明治。你们看，我们今天三个都红咚咚，听说小年夜呢要穿红咚咚的才会招财，真的吗？小年夜好像有一点点的一些就是禁忌，因为小年夜好像也是。也是过年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哦。那爸爸跟你一样是爸收啦？那嘛，我们都是爸收蛋啦。哪说啊？你叫爸爸了是不是？去找阿忠。来。老饕欸，知道里面有蛋。要吃快吃，不然我收走了。要吃我的啦。哦。啊。哪一边？还要挑边啊？嗯。嗯，有肉。嗯嗯。他只要把你的肉夹走而已。嗯。嗯。你真吃到蛋？看。啊。我、哦、是攻击啊！我都丢回收，我觉得大家丢垃圾的时候真的是，尤其是回收品，我常常看到那个丢回收品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用丢的，上面的那个回收人很可怜。嗯，你知道你今天吃到蛋很幸福吗？我知道，不太缺蛋，但是每吃一颗少一颗。嗯，不是说今天应该就。OK 了，没有，还没有，大家都买不到蛋。在新闻爆发之前，嗯、我刚刚好想要煎蛋，就买了两盒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没有，我是要煎蛋，我想说，我买两盒，然后我心里想说，上礼拜就是我看还有啊，我想说。好不好买到三盒，然后想说算了，应该还 OK， 算了，买就好了。结果昨天我去全联的时候、嗯、是真的没有蛋，真的空的，嗯，空了，连建国花市一找人都很少哦，店家说可能去排蛋了。王老师，我只能说，大家都是真的都是排队。要预防这件事情的话，嗯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养只鸡，让它生、嗯，是不是？啊，肉肉做好，做好，做好再给你吃。嗯、好，今天好冷哦，今天下雨。对啊，今天好冷。今天是真的冷，起床的时候就，果然气象没有骗人，阴雨绵绵。像过年的时候，这种春节期间，大家不知道说去逛花市啊，逛什么啊，但是要小心一点。买鸡啊，买年货啊，大市场啊。买水果，明天要拜拜啊！你的肉都在这边，妈妈帮你用。我妈就提醒我，要买鸡，提醒到我，我一直以为是昨天半夜要买，害我好紧张。我刚，之前不是说永和的市场是很厉害的吗？哦、昨天十二点，啊，是前天凌晨十二点。哎、欸，我是跟你讲十二点吗？昨天嘛、啊，就是十几个小时前。就是昨天过十二点，大家就在市场里面排队。真的很强哎、欸！怎么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排队？超级疯狂。嗯，我妈说她有一年，
他想说去买一下，半夜12:30左右吧，带狗狗去尿尿。嗯，他想说好去买，要去排排看好，反正要去那个，走到那边走这么多人，然后就去问，他说要拿号码牌哦，他说几号，那个人拿220几号，他说嗯，那我还是回家好了。很夸张欸，他先拿号码牌，然后到几点后带那个吗？我不知道欸，其实我不知道他的流程。应该是拿号码牌之后就可以开始，就开始在切了。只是说拿号码牌的话呢，他知道自己的号码就不用聚在那边，嗯，对不对？群聚。对啊。喝一个热咖啡超舒服，不是温的，就这个新闻的跑马灯上面就写说，大家买东西排队哪里啊？下面就写说哪里群聚，然后呢哪里确诊干嘛的，很复杂。那你们不知道今天放假天，大家都在干什么啦？应该大家都回乡，已经开始就是回乡过年。还是在塞车吧，对，有些在车上吧，是不是？很多、哦，像很多人可能是今天回去，有的人可能明天回去。明天回去应该也是蛮塞的，因为有的可能工作到今天，或者有的人可能明天早上还有工作，服务业比较多吧。爽爽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样子像马吉耶，是马吉？没有的，没有。嗯，你要吃肉肉是不是？嗯。哦，好。他晚上怎么睡，都会早上起来都在我旁边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爱爸爸？吃饱了，娜娜就要吃她的那个肉，是不是？你要吃牛肉是不是？是不是小红帽？你是猫女吗？猫女怎么变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很活泼的小孩。好啦，就跟大家聊到这边。在 Yuna 的跳跃之中结束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停了。